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现在法界之歌 CD 内的38首歌曲已经能够在 eMoMe、远传、台湾大哥大等各家电信公司及数位点子多媒体公司网站下载咯。让绵绵佛号深深为您祈福，下载人生不止法界。法界粗糙分叉，你需要更有效的呵护。法界山姜的花，以天然山姜何首乌萃取，能维持头皮清爽，让秀发乌黑亮丽有弹性，柔顺好梳理。自信的魅力来自法界山姜的花。法界山姜的花系列产品，每套三瓶，即原价880元，货到付款。订购专线07-222-5612，07-222-5612。贫者一灯，富者万灯。越是贫穷，越要懂得去布施，心起善念，随喜布施，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，样样行。广行布施，积福修善，自利利他。新
感谢诸天长老甲法师发心参悟，布施中以法师为上，教人传三宝及富恶，地性戒门慧，以此因缘，未来世度成佛果。阿弥陀佛。各位观众好，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界新闻，我是赖一荣，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。保持念佛成就佛道，眼睛的老化问题，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表扬科展得奖师生，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杨炯碧个展。能够老实念佛，专一深入，也能够帮助我们看清世间的繁华。在佛法的修行上，我们常常借由读经念佛来沉淀心灵，但是红尘世俗杂物往往成为我们放心不下的挂碍。在俗世的纷扰中，越是想静下心来，就越会发现心静不下来。念佛我们起心动念，看到外面的境界来了，逆境二元境界来了，我们没有嗔恨心，这样清清楚楚表示我们这样就是外面境界都是假的，如梦幻泡影，就是句句就是幻境，我们的佛号这样就是念佛的好处。所以念佛是不是你用道理搞清楚才会老熟念佛，才难道往生的人那么少，念佛的人那么多的原因，道理不明啊。因为你道理不明，就好像走路啊，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啊。好，问题就是这样，你念佛怎么念佛，又不是光嘴巴念佛就能往生，因为你要把道理明白了，然后念佛是怎么念。好，这是念佛我们都是有理论经教的，讲的很多，所以老实念佛就是老实人啊。台南净宗学会慧然法师就提到，在我们起心动念之间，如果能够放下世间的贪嗔痴，没有欲望以及嗔恨心，那么就能够不受外在环境的干扰，在这个时候也就能够明白凡尘俗世皆是梦幻泡影，心无杂思，佛自然就在我们的心中。法界新闻黄文义台南报道。借由诚心念佛，也能够成就佛道。在这个充满幻象的世间，人们往往为了求心安，